郭雪芙出道多年，过去曾为女团成员，之后进军戏剧界演出多部偶像剧，近来更在华灯初上中饰演酒店小姐，除了大秀精湛演技，更难得展现深藏已久的火辣身材。不过近日却传出郭雪芙有一幕画面走光，对此经纪人表示防护措施都有做好，而且剧组是很专业的团队，不可能会播出演员有露点的画面，但依旧在网上引起讨论风波。但二日郭雪芙不甩风波，在网上一连抛出多张低胸套装的美照，可甜可性感的她让粉丝一秒就恋爱。只见照片中她身穿红白色格子套装，外套里面仅穿着一件红色瓶口小可爱，不仅露出纤细小蛮腰，超深事业线更是藏也藏不住，火辣身材直接全看光，加上红色套装超显白，整体穿搭相当亮眼，撩人指数直接打破表。